对综合办公楼进行需求管理的节能措施。从环境与成本两个方面考虑，节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。节电的关键在于需求管理，也就是如何更好地管理和控制所需电量，并且改变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是节能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因素。三菱电机福山制作所综合办公楼的需求管理中引进了 eFactory， 已取得丰硕成果。其重点是电能的可视化，如果能轻松把握哪里使用了多少电能，不仅能够有效节电，还能改变员工对节电的意识。具体方法是测量每个楼层的照明、空调、办公设备的电能消耗，实时收集这些数据，用图表化显示需求数据。所有员工均可通过公司内的局域网从 Web 浏览器访问，从而实现可视化。由此改变员工的节能意识，从而通过量化目标管理轻松实现节能的推进。不仅是人为操作运行，还通过公司内部的局域网和空调集中控制器，根据节能监控水平，空调自动调整，有效推进节能。通过引进 eFactory， 福山制作所的综合办公楼成功实现了降低24%的节能效果。并且福山制作所整体积极开展节能活动，全年降低成本约达1亿日元。